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颜渊篇第20章。子张问：“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？而所谓达子。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执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利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摄取人而行为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是读书人。做官曰士啊，这个士农工商加一个人字旁，这个士啊，古时候做官啊就叫士。那么没有人字旁，这个士就是读书人，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。昔日不读书，不懂道理方法，不能做官啊。那么这个是重点。那么读书人啊，古时候都是读圣贤书啊，不是现代啊。现代的读书人啊，没有读圣贤书啊，只有读一些科技知识的书。圣贤书不读，就不能做官。今日外国总统是选举，昔日中国就是选贤与能。今日外国并非选贤与能，而是选权啊。那么选举都是花钱，用这个钱来选举，选举要花很多钱。颜子生于今日，也无人选他。这讲颜回了，这个是儒家的圣贤了。在今天呢、出来选了，没有人会选他。塔特啊，他讲美国总统。以前美国前总统卡特，他是发生大王，却选上总统，可想而知啊。这是讲啊，卡特他是卖花生的，他却可以选上总统。那么我们从这里一想就知道了，这个是选钱啊，不是选贤与能。子张问：“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张问是，是读书人，做官叫是。古时候做官必得用读书人，读书人才懂道理，才能办政治。今日就不是如此。古来中国就有选举，叫选贤与能啊，选有贤德的人，有能力的人。美国等外国的选举就不是如此啊。那么美国啊，包括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啊，选举就不是选贤与能，而是选云言。就是选钱啊。颜值在今日没有人投他的票。写儒老人在这里又重复一次。卡特是发生大王，却可选为总统，可想而知了。这里再给我们重复的去强调这个事情。那么现在的选举啊，选出来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
就知道了。不是贤能，而是钱。啊，有钱的人他就可以选得上了。我们读书为事，若是糊涂不能通达，能办事能读书吗？所以子张问如何成事，如何为通达。诸位既然来求学，在外不要发狂以为了不起，无自论不通，外头的风气一味发狂，都可做圣人当佛的老师，实在是无知妄作。佛所说的经随意指出一二字，现今的大师就无法讲。真正学要学然后知不足，吾不敢教幼稚言，吾人唯以圣言量为准。世间法虽高过孔子，出世法虽高过世尊，以孔子佛为准，能感觉自己不行，学问就能进步，德行也增高了。子曰何哉，而所谓达者。子曰是文也，非达也。孔子反问，你问达，什么是达？子张答，这回答的答，子张答，邦，邦国，家，大夫的家。在国家，大夫家，一提某人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办事有能力。孔子说，是文也，非达也。你说的是文，不是达。子张所问，文达不分。佛法没有传入中国前，名相没有分析，但精神上仍是如此。所以学佛必须学为事，可以区别各种名相，分析得很仔细，容易知道各个名相。凡事有体有用，达则在内，文则在外。以下是孔子解释达文。吾达也者，直直而好义。说到达上，求达的人本质要直，正直无曲折，而且必须好义。某一件事都有范围，范围的重心点。好义是事的正理，是事的重心。啊，这个事情啊，正当的道理就是义，义就是合理的、正确的，啊，也是每一件事情它的重心，就是在义。直直是本身存心无曲折，若不直就不达。所以说，直达好义。只直达不行，只有直达不行，还必须常知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，还必须要平常啊知道事情啊的重点在什么地方。例如无上课读书啊，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。我们一般啊上课读书，摇铃就必须上下班，太早上太早下都不行，否则不合乎义。这是举出一个例子。我们上课啊，定几点上，不能太早。那么下课也不能太早。那么一定啊按时间上课，按时间下课。
如果太早上太早下，就不合乎义了，就不合理。若同学有问题，必须视繁简而回答，恐影响下一班。这是如果这个同学有问题啊，问问题啊，也必须看这个问题啊是比较繁琐的还是简单的啊，看时间而回答啊，不能啊超过啊，超过时间啊恐怕就影响下一班了啊，下一班的时间也已经都定了啊，如果你这个回答的超过时间了，那就影响下一班要上课。这点很难讲，范围太广。那这是举出一个例子，我们生活上啊方方面面，那很难呐、啊、讲得很完全了 啊，因为范围太广。这件是一个例子啊，这一句是自己的条件啊，就是这一句是讲自己啊，这个夫达也者，执子而好义啊，这个达就是执子，而且要好义啊，是自己的条件。察言而观色，还必须看对方的人啊，自己这方面的条件啊，达而好义，那么还必须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对方他说话的口气，例如一样的字，声音高下快慢都不一样。观察也，观察人的脸色，七情的表现，色有表色无表色，必须察言观色，如此自他都明白，利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利以下人，利是大敌，恐怕知道对方心又不曲直，又知你的重心，这是达了一半，全在下人上。人生下来，就是我们人下生以来，就是出生了，就有具身的见思惑。若没有见思惑，就不会投胎下生。这讲到佛法了啊，我们为什么会来投胎啊？在六道里面呢、啊，生是轮回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见思惑、啊、如果没有见思惑，就不会来投胎啊，没有这些六道轮回的事情了。见思惑中有共高我慢啊，这个共高我慢，我们常常听到，这是在见思惑当中的。第七世中有我慢啊，这个第七是啊，这个莫那啊，莫那是有我慢，我贪我嗔我痴我慢，乞丐也有慢啊，乞丐是很穷了啊，穷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他还有我慢。天然就有我慢，属于根本烦恼之一，我们也都有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就是我在上别人在下。左传正庄公云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上人是比人高。书经说，能自得失则亡，为人莫己若则亡。与人一对待，必须看低自己，
礼则尊人卑己。比如问人是贵姓，自己则称敝姓。我们中国人送礼叫薄品，外国人则说我将最好的东西送你。易经64卦为谦卦，六爻皆吉，若能如此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，都能办得通。这是讲谦德之孝了。一个人如果有谦德，在邦、邦国、在家，都必定能通达，办事都能办得通，都会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。夫文也者，摄取人而行为。名有长名、陶名、沽名、自己扬名。这讲名了这个名声的名。我们一般讲名利那名摆在前面。写入老人讲这个名有长名、有陶名。这个名他藏起来。有名他逃了，他不要。沽名沽名钓誉。还有自己去宣扬自己的名。真正有道君子连名也不出。真到手的名也不长久。从竞争得来的名也不会长久。下文说文。色表面取人，采取人，外表假装谦恭。今日假仁假义也没有了，昔日是伪君子，今日都是真小人。那么这是写入老人讲，过去有时候讲假仁假义伪君子，现在呢在今天呢，假仁假义也没有了。昔日以前都是说伪君子，今天呢都是真小人。假装不了，所做的事与表现都不一样。大学说见君子而后俨然，其实君子清楚洞见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居之不疑，久了成习惯，不以为自己是假装的，以为这就是人，自觉不错，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。今人就是如此，一点也不疑惑。此种人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，遇事就真名。一到四就真这个名了。好，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